大家好，我是 Victor。 今天哦，我带你来到了一个非常非常高级豪华设施的一个建成的公寓哦，在马尼拉带你来看，就是 Macro Link。 OK， 这个项目我非常非常喜欢，因为它的 facility 哦有多达40种不同的 facility， 而且它的 facility 不只是多，甚至是很高级。 OK， 我今天就带你来开箱这边的一款两房两厕。 OK， 所以你看啊，我们现在在它的入口处啊，有个东西 before 我进去跟你 highlight 一下啦齁。这边齁、哦、不止 facility 好，它的 security 也做得很好。刚才我在它的 facility floor 这样走一下，我至少遇到了4到5个 security guard。甚至你看这个 unit 齁、哦、你外面呢就有一个 CCTV 齁、哦、看到吗？所以这边齁、哦、真的是你可以住得很舒服，又住得很安全。OK？所以我今天要带你来看的呢，是一款两房两厕的单位。OK？ 就是这一款。所以你一入户这边呢，就有一个斜橱的位置。OK， 就有个斜橱的位置 ，kitchen cabinet 的位置。我一进来，这是一款两房两厕。OK， 这是一款两房两厕，它是753 square feet 的。OK， 两房两厕753 square feet。然后你可以看到哦，这个还是 open concept 的，哦，采光非常好，非常通透，看到吗？一进来这边就是你的 kitchen area， 它有个这样的一个 L shape 的 kitchen， 一个 L shape 的 kitchen， 啊，这边放冰箱，这边是你的 dining area 咯。然后前面呢就是你的 living area。啊，前面就是 living area， 所以它的厕所跟房间都是在这一 side 的，好，两房两厕都是在这一 side 的。外面这边是一个 common bathroom， 也是给你很好的采光，很好的采光，啊，干湿分离这些都做得很好，套是上到完的。后面有一个 common room， OK， 后面有一个 common room， 你看到吗？这个就是我们的小房间哦。啊，虽然小房间，但是其实空间也是蛮大的哦。你这边要放一个双人床。完全没有问题哦，这边要放双人床完全没有问题。衣橱啊，然后你看它的窗口，给你看一下它的窗口，它窗口比较特别哦，看到吗？它是一个 L shape 的窗口哦，所以采光特别特别的好哦，采光特别好。前面就是我们的主人房哦，前面就是我们的主人房，主人房是有自己的 built-in wardrobe 哦，厕所，还有自己 built-in 的 bathroom， 然后这是你的 en suite， 然后这边也是有给你一个很大幅的窗口啊，而且它下面也是 fostered 的啦，所以它隐私性很好。然后主人房一个空间也是很宽敞，然后空间也是很宽敞，采光也是很好，可以看到吗？还给你非常大幅的窗口，看到吗？你看，几乎这整幅墙还给到你全部的窗口了，而且 view 也很好，哦 ，view 也很好。讲 view 好啊，我带你去他的 balcony 看，我带你去他 balcony 看。啊，这个 Macro Link 啊，我个人很喜欢，因为它 facility 很多，而且又很高级，然后又很高级，而且非常低密度。哦，这个就是我们的客厅空间，可以看到整个客厅空间是很舒服的，哦，很舒服的，非常非常的宽，它的客厅的这个宽度很宽，哦，ceiling height 也够高，哦，ceiling height 也够高。然后前面这边就是我们的 balcony， OK， 给你看一下这个 view， 这个 view 很够力。你这边哦可以看到我们的整个 Medini area， OK， 可以看到这边是 Medini， 哦 ，Medini 经济特区，那边呢就是 Putri Harbour， Putri Harbour。你甚至再往远一点，你可以看到我们的市中心，看到吗？那边就是我们的市中心啊，啊，所以这个地点哦，其实非常好的。我们这个地点哦，你要去到 Second Link 啊，是很靠近的，去到 Second Link 很靠近，去 First Link 也不会塞车，也很靠近。你这边附近你要去 Eco Botanic 啊， Bukit Indah 也是非常方便，而且住在这边哦，很舒服。如果你是讲你要去通过 Second Link 去新加坡做工啊，又或者是你要买来退休啊、度假啊，这边是很适合。我们下面就有一个 2.6 acre 的 facility floor。哦，2.6 英亩，非常非常的大，哦，有3个游泳池，哇，还有空中沙滩，哦，空中花园，非常非常好。然后哦，你看啊，它建好几年了，可是它维护到很好，看到吗？它整个 building 的 facade 啊，全部维护到非常非常好的，所以这边的 maintenance 跟 security 啊，是做到很不错，我觉得很不错。前面你看这一片，这一片啊，就是一个11个的中央公园 ，OK， 所以你这边看出去啊，你的 view 很美的，很舒服的，哦。它不会讲就是很闭啊，很像你看住别人的 block 这样，不会。然后你这边出去耶，就是一个11个的中央公园，哦，你这边看出去耶，是很舒服的。所以你住在这边呢，你有那种城市的感觉，哦，因为你看到一些 building 嘛，可是你又有非常低密度的绿化的感觉，很舒服。然后给大家看一下，这边又有 swimming pool view 哦，又有 swimming pool view， 又有 garden view， 哦，整个是非常非常舒服的啊。所以你住在这边呢，你是买来自己住呢，这样就非常非常的适合，非常适合，非常享受。哦，两房两厕不会太大，哦，也是刚刚好 ，OK， 小小个这样，两房两厕非常舒服。主要是你可以 enjoy 外面的 facility，enjoy 这边的 security，enjoy 这边的设施这样子，而且它又很方便，哦，又很方便 ，OK。所以这个是这边比较小的户型，它这边还有比较大的户型，哦，
dual key 啊、duplex 啊、三房啊都有的。所以如果你对这个项目有兴趣的话，或者对这个房款有兴趣，又或者是你对这一区啊、新山啊房产有兴趣，都可以联系我。OK， 我是 Victor， 我们下次见，拜拜。